沙律啦。我一早去咗帮你老母招呼朋友啊。咩啊？沙律喺呢度啊嘛？半白沙律关秀眉，素颜 high tea 经理一眼认出，黑马王子嘅沙律啊，好令人怀念嘅呢。不过都已经系1999年嘅事啦。星期五下昼2:00多，沙律就出现喺北角。佢由男友李尚文揸住架旧款波子送佢去北角，汇合女性朋友 high tea。虽然依家嘅沙律已经50岁，不过保养得宜，打扮亦好后生，好似呢日着住背心纱裙好飘逸。睇真啲，佢仲素颜上阵。不过入去 coffee shop 嗰阵，经理隔咗2秒就认出佢，笑容满面咁招呼两位，坐咗喺窗边位置。一坐低，沙律就同朋友鸡啄唔断，咁有人一眼认到自己，确系开心嘅。